哥，你这个老匹夫，快放开我！好，你说放我就放，把你放下去。哎呀，这里面太危险了，摔死我了！呆瓜哥，你可真是个坏蛋！哎，你这个方块人可是你叫我把你扔下去的，你还怪我？好好好，让我把你吊上来，这样总该可以了吧？呆瓜哥，你把我扔下去，我的兄弟们不会饶了你的！哎，你们这些方块人这样做就不讲道理了吧？好，你们还想收拾我呢，我就拿飞镖 biu 你！呆瓜哥，你也欺人太甚了吧？我送你一个鸡蛋。送我一个鸡蛋，这个鸡蛋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看起来就不好吃，去你的！我不要了。嘿嘿嘿嘿嘿，我是白骨精，信不信我吃掉你？哎呦我去，你这个怪物还想吃掉我？一边去吧！你这就是班门弄斧，还有你们这些方块人，我是不是给你们脸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这么玩是吧？那我就请你们吃这一个方盒子的面包，给你们。嘿嘿，哎，赶紧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这个东西可厉害了，一会儿就咻的一下就爆炸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呀？就算这个面包不爆炸，你们好歹躲一下嘛！好好好，你们可真厉害！看好了啊，垃圾桶里面有几个小宝贝，这几个小宝贝就送给你们了。你们不是很牛吗？来呀，给你们！嘿嘿，哎，快跑呀！哎呦，太惨了，我也被炸晕了，想喝个可乐压压惊。喵喵喵喵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疯狂人不是被我炸飞了吗？怎么又站起来了？哎，瓜哥，你把自己都炸飞了，还没把我炸飞，你简直是个沙雕呀！